接下来的这一首是《西游记》当中《女儿国》片段的配乐《女儿情》。这个故事应该大家都很熟悉，是唐僧路过女儿国的时候被女儿国国王的美貌所吸引，但是他内心有众生的魔念，并没有改变他，所以他还是用一句“若有来生”来就是继续了自己的取经之路。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女儿情》。前面呢，体育艺术家冯泽瑞老师正在制作一只像悬挂在这边一样精美的千纸鹤。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步行到工作台前一点
我们的民乐艺术家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动听的合奏，谢谢。
我们的表演艺新天地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结束，谢谢大家。